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然后今天是不专业的开箱文时间。今天要开箱什么呢？今天要开箱这个，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台 Sony 的 AXP35DB 摄影机。为什么我要买它呢？先说说我为什么要买它呢？因为我对这台佳能哦，大家如果有发了我的频道的话，我对这台佳能的X7 其实 HS 的表现呢，并不是很满意，于是呢，我只好花钱买了这台 Sony 的 AXP35 4K 摄影机。好，然后先说它，我其实坦白讲说哈，我其实买它已经大概，我是今年的四月份买的啦，2019年的四月份买的，然后买到现在是十一，拍这支影片的时候是十月份的哈。然后已经整整的用将近七个月的时间，然后为什么我要拖那么久才拍这个开箱影片呢？原因是说，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开箱影片只是单纯的开箱影片，而是它是一支有意义的开箱影片。就是说呢，我不是单单开箱它，我还要评测它，我还要跟各位讲它到底好不好用，可不可以买，值不值得买，推不推荐大家买。因为毕竟我是消费者，然后消费者最大，消费者权益最大，消费者权益最大，然后呢，钱花下去一定要有它的价值在。如果说钱花下去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，那这个钱也是白花。就像现在我用的这台佳能 X70 一样，花了钱花了，虽然说它没有很贵，但是钱花了，很少在用它，或者是好不容易终于用到它的，结果拍出来影片却不能用。那也是很可惜，所以说我希望我的不专业开箱，我呢不是单单只有很单纯的这个开箱影片而已、啊。我希望用它使用它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我会再拍一支开箱影片，就是开箱影片跟评测影片是合在一起的，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它到底好不好用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的盒子吧。这个就是它的外观的盒子啊，很大一个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大一个，很大一个哈，这是它外观盒子。哦，那我们先把它打开。哦，里面呢，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 Sony 的这个 AXP35 的这个盒子，长这样子，哦，收起来。然后还有附一个相机吧。哦，然后这个是他送的这个相机包哦，相机包，然后可以让你装这个摄影机的本体哈、哦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外观已经讲完了嘛，然后我们先说说哈、哦，先说说它有几个优点。第一个它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它的这个4K 录影，好、哦、4K 录影。然后没有时间限制的 4K 录影，然后第一个在于是说它的对焦速度非常快，哦，对焦速度真的是不是吹牛的、啊，真的只有快而已啊，哦啊，如果跟佳能比起来，哇，真的是天与地的差别、啊，真的是只有快而已、啊。然后它第三点就是说它操作非常方便，哦，它只要几乎不用看什么使用手册，几乎你只要把它一打开对准之后，然后按这颗开关。就可以开始录影了。然后它呢，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就是说它镜头是有稳定器的。你看它的镜头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它的镜头？它是有配它的镜头上面是有配稳定器的，所以它在这个防守摄影功能方面是非常非常强的。然后我这一代是 AXP35。然后现在最新的已经做到 AXP5 了，它的防抖这个功能更强，它更棒了。哦，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这个会有移去。然后它这三个优点真的是很棒啊，哦，真的是非常好用啊，所以我买它。然后因为我讲过我这是评测影片嘛，开箱加评测影片嘛，哦。然后我再来说说它有什么缺点哦。它也不是说全都是有优点没有缺点，然后先讲它的缺点，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它的缺点就第一个就是它价格比较高。你像我买这台 AXP35，我当初买它的话，反正
趴掉税金的话，是将近48000多啦，48000多。然后那个老板有送我一张瑞士世纪的 SanDisk 的记忆卡。然后呢，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，他的影片虽然说画质不错，对焦速度也蛮快，也不会说对不到焦。哦，它在自动对焦速度也蛮快的，只是说它的这个影像有没有？它有一个缺点，说影像它的色彩饱和度比较没有那么足够。它色彩饱和度就是比不上佳能的，佳能的色彩饱和度真的还不错，可是它的色彩饱和度就没有佳能来好了。哦，这是它的离得两个很大的一个缺点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大家一定会很好奇，问说啊，我怎么会买 A XP3，而不是买最新型号的 A XP5？因为都已经2019了，然后怎么还会去买2014、2015旧的型号的机子呢？哦，这点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一个消费经验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踏进摄影这一个兴趣，我对摄影其实是很陌生的，甚至我对任何摄影器材是一窍不通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急着要买一台可以用的摄影机，于是呢，那个店家就介绍了我这一台。然后说是 Sony 呢，我看了一看之后觉得说还不错，我就买了。然后我也因为买得很急，我也没有注意那么多，我也没有去想那么多，所以于是呢，我就买了。然后当下我并没有发现他说他是2015年的机种了，他是2015年的机种了，而这个都不打紧。都不打紧，他卖给我的价格居然是接近于2019年 A XP55的机种的全新机种的一个价格，哦，啊，这点是我一个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个点呐，因为并不是说不能够卖几年前的机种，也不是说不能卖旧的机种，而是说你既然要卖我那么旧的机种，你要把价格降下来给我。而不是说拿4年前的机子的旧型产品拿来卖2019年全新产品的那种价格来卖给我了，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。而且这个店家在高雄的摄影器材界呢，哦，已经有大概20-30年的时间了。而，啊，我不懂的是，他为什么要拿他的商誉来拿他20-30年的招牌来做这种事情，我不懂。你像这家店家，我已经被我列为拒绝了，我以后不会再去这个店家买东西了。然后我也不要讲那个店家是谁啊，那个店家在高雄其实蛮有名的啦，就在建国路上而已啦，哎呀，好，哦，就在建国路上而已啦，哦。然后我也有稍微去打听了一下这家店家的一个名声啊，哦，都是一些不好的名声啊，名声都不是很好啦，哦，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哦，一家在高雄，我在还在读书，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对我听过这家店的名字了，啊，没想到这家店的名字啊，在高雄做那么久，结果还会做这种事情，啊，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啦，哎呀，然后我觉得说，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如果要买三 C 产品的话，哦，不管是买什么样的三 C 产品，因为你要知道说，三 C 产品它有一些它叠价叠很快。它只要过了一个年度，或者是出一个新的型号之后，旧的东西一定要降价，不是说不能买，而是说一定要降价。因为那为什么说一定要降价呢？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产品，就一定要降价呢？因为它是三 C 产品，三 C 产品的更迭速度是很快，它只要是旧的东西之后，或者是隔一个年度之后的东西，就一定要降价，不降价不行。好，哦，你像我。比如说今年是2019年，你如果买到的电子产品是2018年电子产品，不论它再多好，我个人主观认为，不论它再多好，一定至少要有2000块以上的叠价，2000块以上的折价，你才能够买。如果说你今年是2019年，你去买到2018年的产品，它是用全新的价格的牌价卖给你的话，你千万记得一定要跟它杀价，至少2000至3000起跳。如果是手机的话，至少4000起跳。你像现在已经年底了，你如果说2019年你去买到2018年的新机子的话，千万至少要，我是个人认为是至少要有4000块的折价的空间的。啊，为什么要有4000块一下子折4000块的空间呢？就是因为它是手机，哦，因为它又是3C产品，它在更迭速度很快，出新的型号的速度是很快的，然后
你一定要降价给消费者，不然这样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受到应有的保障，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。哦，啊，所以大家记得哈，如果说2019年的话，你要记得一定要买到你要注意看它的制造年份型号。你像我这台是2015年的机子，我居然2019年用2019年新将近新机子的价格去买4年前2015年产品，你看这家店家多么的黑心呐，啊！哦，你像这家多么黑心呐，啊！然后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件事情呢？是因为我有一次在录影的时候，在使用它的时候，不晓得为什么它的这个画面哦，这个荧幕哦，会闪烁、会晃，然后会lag、会定格，然后录出来影片也是一样的定格、会lag的，所以我就拿去索尼直营店建国路的这个维修中心去做维修，然后他们索尼的维修人员当下一看到之后，这是2015年的机子，他就不跟我收，如果收了的话要跟我报价，哎，他不给我保护，他要收我报价，然后我当下就是很气呼呼的。这家店理论啊，然后这家店他没有不负责任啊，我说真的，他们没有不负责任，他们也有给我收，也有给我处理到好，也有让我注册，也有给我2年的保固。哦，索尼他们有打电话跟我讲说，他有给我保固好了，已经给我注册好了，说我有2年的保固。哎，啊，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负责任，而是说他不应该在2019年拿几乎全新 AXP55 的价格来卖我。4年前 AXP35 的机子给我，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没有商业道德的事情。哎，啊，这是我一个非常非常不愉快的经验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大家一定要记得哈，如果买三 G 产品的话哈，一拿到先看制造年份。如果制造年份已经不是当年份了，或者是已经隔了一两个年份了哈，记得哈，一定价格要一定要降下来。如果没有降下来，就不要跟他买，宁可不要买了哈。哦，因为三 G 产品就是这样子，它的更迭速度很快。然后呢，这台相机最后我要做一个评论总结，就是说，嗯，它很棒，很好用。哦啊，只是什么呢？只是它的价格比较高而已。哎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如果想要买，可不可以买？想要买可以参考看看。然后它现在 AXP55在直营店的官网售价的话，是一台将近大概在5万块左右，在4.9万到5万块吧。哎呀，啊，就是价格很贵啦，但是很好用啦，我说真的很好用啦。哎呀，啊，只是价格贵而已啦。哎呀，啊，如果有想要买的话，可以考虑看看，它是真的还不错用啊。哎呀，啊，毕竟钱花下去了哈，就一定要好用了。如果不好用的话，真的是消费者权益，不晓得应该要怎么办才好了。好，那 OK， 那我们今天 AXP35 的这个开箱评测呢，就到这边结束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。